这个口它不就不在中间位置吗？它有点怎么出来的？嗯，这怎么真的？这就炸出来的？你这好玩了，我也没注意。反正就是它这个口不在中间。然后你看，它本应该是把这个段分到两边了，然后这时候就咱们就需要调成这个永丝。咦？它已经往后错了。嗯，对。再试试。